这一整天我会整理完整个家里。啲呢个系妈咪用嘅抹地水冇？啲妈咪用嘅抹地嗰个啊系用呢、这个。啲你之后去床单方便到冇？大家我必须说，我真的超级紧张，我应该没有弄乱吧？嗨，大家好，我是 Alicia。 那么今天呢，想要来一个母亲节特辑。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母亲节快要到了嘛，然后加上妈咪有一点点小懒惰整理家里的，所以今天我就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这一整天我会整理完整个家里，但是当然不是用我啦，会请重点嘎嘎来帮忙。然后我也会在这段期间，整理的这段期间呢，我会带他去 massage， 就给他一个小小的母亲节 surprise 这样子。这些 surprise 他都不懂了，他只是懂今天要跟我出去吃午餐吧。然后我打算在午餐的时候就跟他讲，计划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去找他吃饭。然后我的表姐啊，怎么样？咩大哥？听唔到你的声嗰阵。咩？我冇讲咩。五月啊，咪母亲节咩？我今日我打算帮你执屋。咁好？你执啊？啊，得啊。你执啊？梗系唔系我啦，我叫嘉嘉嚟帮我。我哋执屋嘅时候啊，我怕你在这里暗我，所以我带你出去。去哪里？我带你去按摩。去哪里？阿弟当然没有，这个母亲节，他又不是我妈。OK， 没有，按摩。去哪里按摩？我当然带你去。哦，你又去啊？我当然没有啊，我执屋的嘛。哦。跟住是不是？那你拿我卡。跟住你在哪里？我是买地方墙壁。我冇抹過窗口玻璃門掃地抹地咯，洗樓下沖涼房啦，最尾正洗沖涼房咧，都做唔曬，我可以做兩個鐘。我今日幫你執屋，就唔使你做嘛，係啦，就咁啦。你好耐冇按摩咗係咪？自從冇出國玩，最尾一次咪響花軒，咪唔係花軒，搶麥搶麥，搶麥咯。你幾耐冇執屋咗？好的，大家，现在我就回到我的父母家了。在嘎嘎还没有来之前呢，给你们看一下我家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其实我家呢，它算看起来算干净，但是灰尘蛮多了。给你们看，首先我的钢琴就是一个，应该还可以接受吧，这种灰尘，就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那个架咧，我们是真的是白霉了吧，就是拿来生灰尘。还有这里是超多灰尘的，我们全家人都超讨厌刷灰尘，所以真的有点肮脏哈。然后电视机哦，这些地方 ，Oh my god， 我已经摸到那灰尘，你们看到吗？这里也是超多灰尘，超多灰尘，这里也是一堆生灰尘的地方。它就是，那你们看。这里也是要叫嘎嘎嘛。然后我妈咪很在意的点呢，就是这个厨房啦。哇，下很大雨。我妈咪就是有 request 说这些砖想要叫嘎嘎嘛。厨房呢，我必须说真的是偏干净，这些地方因为都很常用，所以就不会很常生灰尘。来厕所的话也是给你们看，其实我们家厕所也是蛮常洗的，我妈咪每个星期会洗一次，所以就不算肮脏啦。这里就是我的旧房间啦，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可能就是这样抹一抹吧。哎，其实也是很干净下来，可能我婆婆每次来睡。然后跟你们讲一下哦，我这次是用什么东西来 book 嘎嘎的重点 service。 其实我是用一个app， 它是叫做 Ant Service App， 它是一个钟点打扫工人的一个 app 啦。然后跟你们说超方便，因为其实我在上几个星期我已经在我自己家用过，而且我还用了两三次，超方便。就是你直接在 app 上面，你可以预定时间，你还可以预定嘎嘎。
最好的东西是你还可以在 app 上面看到每一个嘎嘎的 review， 就是哎，这个嘎嘎打扫到好不好啊，多少颗星啊，整不整齐啊。然后而且哦，你不用预先前几天的，你两个小时前只要有 slot， 你都可以 book 到他们的嘎嘎。那我自己呢就选了两个小时两个嘎嘎，它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是四个小时一个不嘎嘎，但是我觉得四个小时太长了。而且我这里看到呢，其实这个 Ant Service App 它是有获得 Apple 还有 Google 的认证，可以直接下载。加上前几次我在我自己家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些嘎嘎都打扫得很干净，因为他们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就那种该打扫的啊，厕所啊，地上啊，那个玻璃啊，全部都打扫到很干净。就是如果你有特别需要他服务的话，可能像是我妈咪讲，她想要去清理那些陶厨房的那个砖，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做的东西，你才跟他讲，这样子他才会帮你服务。但是那种基本的，好像抹地、扫地、洗冲凉房，然后抹桌子、抹橱柜，他一定都会帮你做的。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等嘎嘎的到来。大家，我们的嘎嘎到了，但是现在下超大雨，我要去接他们。Hello。OK。他来到，你要给他知道你们放的工具啊，然后那些洗的detergent什么的，在哪里？你比较注重，比如说我要注重厕所的，你就给他讲，他会 spend 多一点时间在厕所。OK， 好。So，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是好像我妈妈自己要 order 这个 service， 可是她的英文、马来文没有讲好啦。是有一个人跟他沟通的吗？对，有个叫什么 service 哦 ，OK， 什么 service 会打给你。就是其实如果你家里是 order 给老人家，不是很会讲马来文、英文的话，你其实不用担心了，还是有一个 customer service， 就是问你说，哎，你特别要的服务是什么？所以就算是你家里是不是很会讲马来文的话，你可以直接用华语、广东话跟 customer service 沟通，然后 customer service 就会跟嘎嘎他们讲，所以就不用怕说，哎，家里老人家根本不容易要这样跟他沟通呀。Yeah， 这个我觉得蛮加分的。Hi， 嘎，小笨男吗？Shahida. So, sini ada tiga bilik dan ada dua toilet. Yeah. Tapi toilet ini belum cuci lah. Okay. So, maybe ini nak cuci. Yang atas punya boleh cuci sikit. Sikit. And then lap and then mop lantai. Yang ini tiles lah. Yang dinding. Yeah. Dia nak lap sikit sebab sudah lama tak lap. Okay. So nanti sini ada ladder, boleh guna lap semua. Okay, kita akan lap semua meja. Semua kita buat lap. Kita dua orang naik atas dulu. Apa penting kita buat dulu dekat atas. After dah siap atas, kita terus bawah lah. Okay, boleh. Di, ni kau memang mi yang 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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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h soy mo. Dia. Enggak. Kak guna ini boleh. Di.妈咪用嘅抹地嗰个啊，系用呢、这个，系冇？系啩？我老诶，你都系唔执屋嘅人。bed sheet 啊的，慢点。大家，我必须说，我真的超级紧张，我不懂我自己家里的东西放哪里，我真是超紧张。我应该没有弄乱吧？他问我 bed sheet 在哪里啊？这个是我的，惨了，我的电话，妈咪在 massage 的天 ，Eddie，妈咪系啱啱洗咗佢嘅 bed sheet， 定系仲未洗啊？唔知，好似啱啱擦啫。哦，咁你知道佢嘅床单放边度冇？唔知啊，惨了。我是个不孝女，我不懂我这种全家的东西放哪里。我太久没有在家住了，给你们看他们打扫到如何先。他们就是会穿这个 Ants 的橘色衣服来工作，所以他们不是随便穿什么衣服来就可以来工作的。他们会套上这一件，然后就开始工作，蛮好的嘞。他会骂那个厨，因为是我，我就不会骂哦。现在到我弟弟的房间，那我弟弟其实不想要他们动太多，就只是想要抹那个厨旁边的灰尘，然后吸地抹地就 OK 了。真的挺好的，因为我弟弟是
没有一天会去清理那一个部分，那一个部分一定是超多灰尘，刚刚一定是吸到超多灰尘出来。哦，蛮快的，他现在已经在抹地了。我的房间也是来到抹地的 service 了。哇，大家刚刚超好了，他连那个 box 整个拿出来抹，因为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是给那个 box 放在那边，然后继续抹地，就是 box 那边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去移。哇，我觉得妈咪会很开心，他抹超级仔细，他连那个角落头的电线那种都抹满。 Oh my god， 我们家真的唯一一次这样干净，难道就是这次吗？东三八不那不哦呀的班，我来过那里。我打这个嘞。哦，怎么那年 OK 的老少通吃都变得都唔知啊 ？Yes。八戒温度阿伯。啊 ，OK， 不哩不哩。所以像是他们要 request 多一块布啊，或是哎问看可不可以用桶啊，他都会先问过你。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他们没有擅自自己拿来用，因为可能有些桶不是拿来装肮脏东西的嘛。大家现在的时间呢是4:43，他大概把我楼下都快要弄完了。我必须说，抹到很细，真的是很细，我没有想到他会抹的地方。他在抹着，就是好像那种电线，因为我们家太可能是住太久吧，然后就有很多那种电线啊，在高楼高的地方。然后哥哥哈爹哈爹，然后哥哥现在要开始抹后面的那个套小，就是我妈咪想要最想要抹的地方。哎，我妈咪好像回来了，我妈咪回来了。嗨，妈咪，舒服吗？师傅啊，师傅，我帮你，我帮你 book 嘅 massage OK 冇 ？OK 啊，佢按到点样？会唔会好痛？喺呢度痛系咪？唔系，因为我啲老人家一定痛嘅，冇办法。边度痛？身啦、啊，哦，上半身。你看我妈咪，我妈咪系她在玩 game， 她一回到来，她竟然不是，她不竟然不是看她的屋子，她在玩 game。我的屋子有人在收拾，我看什么？我谂住你会 check 下人哋做到点啊嗰啲噶嘛，咩同你讲？车都未整好。我同你讲，去呢啲地方佢都有抹咧，我睇住佢抹啊，几好啊！呢啲地方系我永远唔会去喐嘅地方。屋企啲嘢有人抹好好噶啦。你睇几干净？系啦，好干净咗咧。系啦，完全。我带你嚟，你过嚟，你过嚟。佢连呢度都抹诶，我冇谂到嘅，因为系我唔会抹啦。你嘅成沓包。佢搬出嚟，抹抹抹抹抹抹抹，因為一個一個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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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就打翻。係啦，爸爸都抹啦。Hello, Miss。啊。阿爸。可以，你打單嘢，你可以打卡機，可以。哦，玻璃，玻璃，玻璃。啊，玻璃，但係要下啲下啲啊。Yeah。我怕掉下來。Yeah, I 啊。Okay。Sorry。啊，打不打不。我真的必须要很佩服這個哥哥，他在短時間裡面，他竟然可以做這麼多東西，他的手腳超快，超級無敵快。然后呢，我买了 100 plus， 等下要给嘎嘎喝，奖励一下他们。我看他们都好像没有喝水，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现在应该是差不多了，给你们看现在时间。现在时间是快要到5:00。OK， OK， 是的， OK， 是的。他弟都全面阿德拉的。啊， OK。Surat kamu, mami. Hmm, yang mian surat kamu. Surat kamu lah, surat kamu. Kamu apa? Kamu. Hahaha. Sorry, 我咩都同你讲一个笑嘢，佢真系真系过嚟我，我成个人戆咗，我唔知点讲马来文咯。蠢到。Spray， 阿咪有冇 spray？ 我真的是不懂家里的东西 ，spray。幸好我妈咪回来了，不然我身上是什么东西我都不放那里。Sorry 啊，就把 iPhone 打到了打满了。哈哈哈！哈哈！够多打入吗？打得够多。这是阿伯上阿伯马出马阿伯。灰尘呐！哦。
你仲有咩外賣嘅冇？冇咯。OK， 依度曬咗啦。啊 ，nanti ay bagi minuman sebab terima kasih untuk bersihkan rumah saya. Ada satu lagi untuk ya.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请过嘎嘎打扫的经验啊，我都是如果他可以在更短时间完成我要做完的东西，我不会再多加什么东西再给他，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做完了，就给他休息吧。Thank you 啊。Thank you, bye. 哎，大家刚刚走了过后，我们来 check 看。其实我刚刚他们一边做，我都一边 check， 我都觉得已经很干净了。你 check 下来，很干净啊。OK 啊，这个地方也是挺干净啊，完全没有灰尘。我记得除了两个，仲有依个爱白娇。哦，就冇事啦。下次啊，下次啊。OK 喎、哦，依、这个好垃圾喎，我挤上嚟嘅时候好多灰尘。系咩？而家有冇？冇。佢连呢个都埋。嗯。后面呢，后面我不知道啦，你的地方来的墙壁，即是墙壁你看不到的，但是它有抹咯，应该有酱料的那些，它有整到吗？酱料它有抹到吗？有，这里都是很垃圾的本来。算了，我要求很高，对冲凉房，有没有？ OK 没有？我要求很高的。怎样妈咪？ Okay 啊、你给它五分评分，因为我这个 APP 是可以给它评分的，它有五分满分，你俾佢评几多分？四分，因为厕所。哦，还有个东西，这个我没有讲到。你们记得刚刚哦，他们过来不是有一个男的 customer service 吗？其实他有讲一句话，就是你有特别今天要他做的东西，你就要跟他讲。但我冇同佢讲到。哦。因为唔系，你都唔知我点样洗。哦。佢冇用到我学嘅洗清洁，即系讲可能佢就用。我俾佢嗰啲，嗰啲係唔會乾水嘅、哦。我用我專門洗廁所嘅淨得嘅，因為我唔想嘛，我講到咯。所以明。所以這個也是，我也覺得不是他的錯啦，因為對我來講，那廁所已經很乾淨了，只是我沒有跟他講我要的東西。然後媽咪給他四分啊，我覺得我給他4.5咧。今日啊，係我哋歷史上我哋屋企最冇灰塵嘅一日。唔好講到咁衰，唔係咩？因為我覺得我哋屋企好嘢灰塵啊！唔係我唔中意抹嘢嘅人。哦 ，OK 啦，4.5分，還有4分，夠高分了吧？來，我先給他來個評論，我覺得不錯啊，他們做到。哦，然後忘記跟你們講，而且他們的 app 有一個後付費的機制，就是不怕會詐騙的問題啊，就是他們清理完你整個家裡，他那個錢才會過帳這樣子，所以就不怕會被騙啊，還是什麼的。是我經過這幾次的體驗啊，包括我在我自己家給嘎嘎打掃，還有就是他們來打掃我的舊家，我真的有覺得嘎嘎 service 真的是，因為哦，他真的是有幫我罵到我不会想到的地方，懂吗？而且他们都蛮醒目一下的，至少我这几次的体验，嘎嘎们都很醒目，然后他很懂自己要做什么，就算他不明白，他都会来问你。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是没有什么时间打扫家里，或者是很想给家里来一个大扫除的话，我觉得 End Service 他们真的是蛮不错的，他们的嘎嘎都蛮有水准，就是会让我体验到我其实清洁家里不是只是一种服务，它也是一种体验，你懂吗？又可靠又高效，只是让我心情很愉悦。那如果大家对他们 End Service 的终点嘎嘎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你们的 Apple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Store 去下载 End Service 的一个 App， 然后你们就可以去浏览啊，你们想要怎样的嘎嘎，什么时间，但是呢地点就是限于巴拉宫、Sri Kembangan、Serdang、Kuchalama、Sri Budaling、安邦还有 Cheras 的。所以如果你是居住在这一些地方的话，都可以 order 他们的 Service 哦。阿咪开心冇？开心，又有得按摩，又有人帮你清洁家里。有人请我食午餐，仲有一个嘢，我刚刚去买了蛋糕，哒哒。买蛋糕做咩？母亲节快乐。呢个系我睇佢哋推荐嘅系咩？肉固醇有酒味噶啦，我好想 try 啦。我唔知你想唔想 try， 但系我想 try。试啦，有嘅。嗯，好爽啊 ！Oh my god， 母亲节快乐。好食冇？好食咯！佢唔会甜甜，系喎，有啲酒味喎。快乐吗？快乐。